前往美国开巡演，票券全数售罄，还追加开了两场演出，超美成绩可说是相当不错。九名成员的完整体表演更是让粉丝看了超感动。之前他们也已经结束巡演，回到了韩国。在演唱会结束后，回韩国前，九名成员一起开启直播，和粉丝们分享演唱会上的幕后小故事。其中娜莲这段突如其来的坦白，更是让大家都笑了。나또사과하고있어그리고내가쯔위발을 밟아서쯔위가이렇게됐거든근데쯔위가아니었어나때문에한줄모르고자기가이렇게넘어진줄알고뭔가민망아니야나누가나밟은줄알았어근데누군지몰라내가 나야나 내가밟았어 아재밌는데쯔위의反应笑翻大家难得这么大声说话真是太可爱啦 Thank you.